第三十六题，三十六题，三十七题是题组，阅读下列文章，回答三十六、三十七题。今天有一个稳定的振源，在水面上稳定的形成水波，我们可以发现水波朝四面八方稳定的散开，如图一。但是如果此时该稳定的振源开始向右移动，则水面上的波形就会产生变化，右边的波长变短，而左边的波长变长，如图二。今天我们把水波改为声音，将喇叭当作振源，当喇叭在空气中播放固定频率的声音，由于介质相同，波速是固定的，波长与频率成反比。参考图二，若喇叭向右移动，则观察者 A 会发现频率将较于声源是明显升高了，反之观察者 B 他会发现频率比声源较低。这种现象最早由奥地利物理学家都普勒1842年发现的，故称为都普勒效应。对于都普勒效应的叙述，何者正确？我们从前面的叙述中我们已经看得到了，因为我们的介质相同，波速是固定的，所以波速不会发生改变。但是观察者 A 是波向它前进，那么它从图上看出来波长会变短，而我们的频率是明显升高的。观察者 B 看到它的波长会变长，变更长，而它的频率是比较低的。因此第36题问，对于都普勒效应的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。当声源远离观察者时，观察者会感受到频率变低。